我是水泥搅拌车，大轮子大滚筒，大大的轮子行驶稳，圆圆的滚筒不怕沉，咕噜咕噜转起来，超级水泥搅拌车，会魔术好神奇，硬硬的沙土装进去。帮忙玩具汉诺塔有三根柱子，开始柱、休息柱、目标柱，三岁就可以玩。先进行简单的搬运操作，锻炼宝宝手指精细动作，颜色识别比较大小，大宝宝可直接挑战真正的汉诺塔。这个是亲子记忆棋，它的玩法是把所有不同颜色的棋子任意摆放在棋盘上，扔出的骰子是什么颜色，就要在棋盘上拿出一颗相同颜色的棋子。如果刚好拿到相同颜色的棋子，这颗棋子就可以归自己所有，并且可以再投骰子继续玩下去。如果拿出的棋子和骰子颜色不同，把棋子放在原位置，由下一位玩家开始游戏。这是一款亲子互动的益智玩具，锻炼孩子的记忆力和逻辑思维能力。当棋盘上的棋子拿空时，表示游戏结束，拥有棋子多的就算赢。
大的轮子行驶稳，圆圆的滚筒不怕沉，咕噜咕噜转起来，超级水泥搅拌车，规模数好。今天我们来玩记忆萝卜，我们把不同颜色、不同形状的萝卜插在这个里面去。哎，通过记忆，我们来记忆它们的位置。萝卜种好了，我们来抽卡片。哇，需要寻找卡片上的萝卜，考验我们记忆力的时候到了。下面开始拔萝卜吧。哎呀，不对不对，这是一个白色的萝卜。拔这个，哦，我找到了一个粉色的圆萝卜。继续继续，哎，哇，这个也不对。哎，这个对了，这个是橙色的圆萝卜。我们还需要找一个，哎，就是它。手机前面的小朋友，你们也来试试吧。You be popping pills all day, bet you daddy isn't what you thinking to say。某个不同梦想种种，却还无动于衷。一分一秒浪费，颠倒路不匆匆。你应该即刻行动，别想在原地放空。牢记设定后。这是什么？哇，年大吉！哇，好可爱！哇！快艾特能驾驭这个包包的闺蜜。天气热，今天有雨。如果幸运会在路上遇见你，会叫闺蜜和你一起带这个小蜗牛。天气说变冷就变冷，趁现在坐机上天猛就。在家就可以玩的投篮机。
锻炼宝宝动手能力。发射器可以调节。打篮球往下拍，篮筐下技术得分。